对啊，因为怕被买。这个是本。打开也是 一整本亮亮的，亮到他看不到什么字。啊，那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到厨房哦，下一站是厨房哦。好，那前进厨房哦。我现在进去厨房。厨房的门口有一台脚踏车，红色的脚踏车。有一台红色脚踏车，好，那没关系。你先，脚踏车你先请示神尊，这台脚踏车停在这边，好吗？有什么用意啊？我们第一次遇到，没有影响。干嘛叫我去运动的？是啊，这没有影响。那有什么意义吗？妈妈自己心中想干嘛？就是要运动，对，该去运动了。他说你自己知道啦，那就是该运动了。运动，对啊，你认为该运动就对啦。那没关系，那我们先看进去厨房啊，厨房最主要要看茶饮水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最容易看到的，先看水缸。等一下，我还没看到水缸，不过我看到一个琉璃台。琉璃台，就是，然后上面挂着很多什么锅铲。锅子、锅盖、杯子，那个还有饭匙，反正就是厨房的设备就对了啦。那我们先看一些民生基本设备。那我们先看柴米水，再来看。到了，我看到米了。然后先看米缸，那米第一个米脏不脏，干不干净，然后量怎么样？米黄黄的。米黄黄的就是不干净。小麦色。小麦色就是旧米，就是。但是有一半。只有一半而已。好，那米缸有没有裂缝？八分满。八分满，那有没有裂缝？没有。你闻看看有没有米香？米干不干燥？米干不干燥还是潮湿？很正常的。摸起来怎么黏黏的 ？OK， 那你要换。哦，好，那你请你曾经请。神尊慈悲，公公公婆慈悲，帮你妈妈。不然你就不要，你用坐着求。你就请公婆帮你调，换一下米。调。好了，这么快？还没。还没。三口。香味吗？你去闻闻看，你手去摸摸看有没有松？你有摸过米吗？在人世间你有摸过米吗？啊，米不是都会干干一粒一粒的吗？啊，有吗？有那个效果吗？啊，有那个效果吗？闻起来还是没有味道，不过知道它是好的了。这样子哈，所以条件你觉得还不是很理想，对不对？没有香味，但是已经很好了。它已经有八分满了，就对了。好，妈妈满意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可以是不是？好，好，我知道。好，他怎么说不客气？好，那你看一下那个水缸。里面没有水，水空空的、啊。对，但是水缸是好的，没有破，也没怎么样。好，妈妈求一下哈，求公婆帮你加水。妹妹也可以帮妈妈求，没关系。来几位公婆啊？三个，你拜托他们哈。请问水是代表什么？现金？还是储蓄，就是水流动财，没有，对，都流到就缴房贷，难怪啊，没水啊，准，就是领来的钱，就是没得出，没存呐、啊，他们有拿一个大壶子倒，没有很没有活用啦，那个水不活啦，可是我就是钱不活，就是运用的钱不活。他们怎么不到？不到，为什么？他们才到六分满呢、啊。哎，哦，那妈妈自己求求看，因为有时候那样你的福报，你自己的福报看有多少，神佛才能帮你加。他们在加这些东西，都是看你的福报来增减的。那
说最多只能再加到七分。好，那水 OK 吗？你觉得？很干净。你有没有喝过水？你有没有喝过临界的水？有啊。你要不要喝？你要不要喝看看妈妈临妈妈水缸的水好不好喝？有一种味道。什么味道？一般水会有绿水那个吗？绿吗？就是绿的那个，不会像那个林。你上次喝你的水是甜甜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就像那样嘛，一般的。这个就像自来水的样子啊、哦。好，那妈妈有点甜甜的，有点甜甜的，所以还 OK 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还是有可以再改善吗？可要改，还在改善。水缸外面好。有点脏脏的。好，妈妈求一下哈。结果摸一下里面更薄。好，妈妈求一下。那这位边有哪位神尊在？只有公公婆婆。只有公公婆婆，没有神明吗？没有，菩萨。